时候打怪会掉那个印记。右上角的信很碍眼，可是我没办法去信箱。哎，我按右键可以点掉，不好意思，很有强迫症。这边都只是小小的耳环啊！哦，马吉，滚走！跟他们说拜拜。哼，我滚过去，他们就都死了。我想要带多一点朋友跟你玩。给我玩哈？你说啥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大家一起玩。明奈，小心前面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明奈！快逃吧！哎，我觉得这样打还不错啊，我们这样一下就清掉一大波批耶。涛长的吗？只是我在前面拖，有时候会被打一下，还好我会翻滚，一个帅气的滚动。你觉得要走哪？上还是下？要都走吧。都走，好，先上。走，大这乌是龟。哦，大乌龟，哦哦，地动盲怪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哎呀，碎了，它死掉会直接就整个碎裂，好哎，可怜啊！一只，那如果小只一点的话就很可爱。哎，还有在睡觉的，还是死掉了？哎呀，它睡觉好可怕。真的、哦？那如果很多只会很开吗？救命啊，米奈！我在拉啦。喂喂喂喂喂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又沉下去了。好痛，还好还好，沉下去了。你看我的血量，没有防御啊。我刚刚剩下6%，努力努力。如果你死了怎么办？我会原地复活，只要消耗游戏币，不对，消耗台币就可以原地复活。哦，你痛有痛痛痛痛痛痛！我以为上你跟面有着东我，西啊？有啊，这些人。不要锁再链跟断我了，掉。不要再跟我了，你们给我小心一点哦，电死你们，电死你们，这些臭家伙！只会跟我，看我身材很好，像个痴汉一样。你看，他们都我真特别的受不爱我。了，你一直不穿衣服，真的很……没有，你要想象我这是泳装啊，泳装泳也是装也长要这样，看人穿的好吗？看人穿哦，我这个身材蛮适合穿泳装的吧？该凸的凸，该翘的翘，哪里翘？翘的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嘛。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你不要让它太困难。你 这路上好多死掉的龟龟哦，你看这里是活的，你打完你就知道了。会滚过去，这个拉打。背包已满。减太快了吧！你减太多了吧？我完全没有在减什么。哎，减太快了吧！天啊！明明 PP 也是有点翘，哼！你看这里有死掉的龟龟。我要换终极药水。我来点一下父子夜景，果然又升的更多了。冰霜这么龙复卷。杂。应该是用不太到哎，几秒王，哎，你怎么？你怎么？你怎么？快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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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远哦！完全不能动哎！哦，他是那个啦，在原地的，没关系，这交给我，我走位很好，我一直走，他都打不到我啦！会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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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会定啊！会定人呢、欸？他这样有点太过分哦！有点痛，滚走，滚走，滚不走，滚不走，被定住了。I believe I can fly away。
还有闪小怪的招 ，Oh my god！ 嗯，那你看我剩下的血量，好，然后我要原地复活，然后我马上等等，嘿，你也死了吗？没有，我先换终极生命药水。好，那我复活，赶快逃跑。快逃！快逃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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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100%，你怕什么？可是他也是100%，他很痛，他有点太过分了。喝水，喝水，是。啊，趁他现在打你，我赶快打他。哎，还有两条血量哎！哎，他打我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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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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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他打你，换我打。快死了！他快死！ Weekend， 快死了！ Yes，Weekend。有他打我 ，Nice！ 哦，御劫锁宝箱，中间，蓝弓，可是我身上的比较强，我拿到的东西我身上的比较猛，紫色的弓，真的，弩箭，我偷看一下。你要吗？没有，我的比较强，那才加199哎，紫色的加99，对啊，我的是299哎，哦，199想买我超多东西，那离开地层喽？为什么丢出来了？哎，那边有个东西。我已经离开了，尴尬了。不，你现在才讲。没有，我只是看到一条靴子。小小靴子。我们再往上一点，可以把一个绿色的解完。哦，要击杀。好像是一个小 boss 哦。我们往上走的话。我们可以打死那个 boss， 然后去看可不可以玩一下那个房屋系统。啊！上一次我就好想玩。啊，这个拖远一点就没了。仓库。你看现在他们都会拿武器哎。会拿。工程炮，我天啊！而且他们打你还会让你就有点卡住，很凶。就绿色那边吗？对对对，我还找到一个温迪哥哎。你要跟他们聊天吗？你要跟他们聊天吗？哎！他长得好可爱啊！可是他在打你。他们可能不喜欢被人家夸可爱吧？你们好丑！有，他倒地了。那只秃鹰。秃鹰，我还以为他是你的宠物。他很难过的在这里，你需要帮忙吗？接受。什么？居然是更多的怪。Oh my god！ 我想要解这个击杀猪人督军，我来看一下哦。哇，好远哦！我们直接你看，你骑马跟着我走，我们先去打那个小 boss。那里。好，跟着我走。我想要先去击杀那个猪人督军，在最前面。这边都有碎片，碎片也都是。就那打！他们打死他！因为我刚刚就是被这些人打得快要半死不活，还死掉几次。现在换我绕人解决他们了，好强哦，好强，好强哦！他们伤害有点高不是，他们血量有点高。有了，都死了。其实还好嘛，我刚刚还困住那么久。不是因为有我。真的吗？那这个也交给你了。那个蓝蓝的。你怎么没过来？蓝怪、欸，好痛哦！我们伤害。哇塞，超痛的。是你吗？是我的朋友。咻一下，他就死掉了。哇塞。好猛。我们顺着这条路走，就可以遇到那个 boss。哎呦，这里是小王，刚刚那个。
翻滚，跳动一下，弹跳球，弹跳球，弹跳球，一颗两颗，两颗三颗，越来越多颗，打到我没魔力。为什么我的魔力都没有了呢？我要怎么回魔？我的翻滚好像会回魔，这个就不会，这个好像会。剑鱼，玩电他，玩电他，剩一只我就很强了。剩一只。哎、欸，这边路过不去，可以踩。可以踩，按下按 F， 按下 F， 启动了烈焰魂章，我感觉到身体有一种力量。二十天了，你有看到右边那个闪闪吗？怎么过去啊？我们要先往下，是不是？可能要从上面绕吧，下面又有。好吧，那我们从上面看可不可以走过去。走不过去就打不到了。剑鱼翻滚，我的弹跳球，快点弹死他们。不对，我弹到我们自己没魔。用电的，用电的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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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打还蛮快的嘛。有啦，应该是这里是干尸哎！哇，为什么？是干尸。他应该是要为了要打败他们，然后向他们挑战，结果失败了。没有关系，他的遗志我们做到了。还好有我们在啊！不是啊，你死了。所以是他的遗志。哎，我怎么远远的被射？不能，不可技能攻击。他是谁啊？是人。哦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是人。他是其他玩家，哎、欸，好猛！一起打，一起打。哦，大胖子，大胖子。肥宅，阿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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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打打打打，跟他一起打，保护他，保护他。我今天就是来保护你的啦，回忆里待续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！吸他！电，电，电电电！有了，有了 ！I， 你有了吗 ？Carry you！ You're right！ 跟着他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。为什么要跟着他走？因为我们要 carry 他。我来看他，我来看他。他等下心里想说，这哪个变态脱光光追着他跑？哎，我走到另一区了。哎，那个黄黄的点嘞？嗯，我跑到佛达斯前镇市区。黄黄的点嘞？黄黄的点，不见了。不见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副本。我们看可不可以回到那个？这里不是副本，还有其他玩家哎。看可不可以回到那个新卡德安市区？哎，可以哎。什么意思？用那个回春卷轴不就好了？你按哦？是吗？那个也可以吗？因为按 M 的话，我们可以开启世界地图。嗯。然后你拉，稍微拉到左下角，然后就有那个新卡德安市集区。这么来那边啊？对，那边就是有很多回春卷诶。城镇，哦，是哦，我直接顺回去了，因为我想说，他花了474块，我钱还蛮多的，对啊，不对，你钱更多，哼，你都没有在卖诶，我看到了，是哪里啊？玩家小屋，跟着我走 ，Follow me， 跟着我这个 sexy girl。Just to follow me. 不是我们来那个行走区哦。No no no， 我们来的那个是守望岭，这里是就是城镇最大的城镇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雷电走过去。我也是。好酷哦！